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关我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台中，来吃这里的一家上海点心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搭乘高铁到台中处理一点家务事，快闪台中。台湾高铁是台湾人的骄傲与福音，南北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一半有余。从台北到台中乌日，以前需要2小时，如今不到1小时。办完事，我今天在乌日选了一家上海小馆吃一些餐点，时间是下午4点，不三不四，过了午餐。但也不算是晚餐。我年轻时代曾经在百货公司工作很长一段时间，已经习惯了不定时吃饭，先随便吃一点，今天的晚餐晚一点再吃。我要一个油豆腐细粉，细粉是多粉吗？好，这里吃。OK。然后一个鲜肉包，一个豆沙包带走。我今天点了一碗油豆腐细粉，另外买了一颗肉包和一颗豆沙包，带到高铁上吃。油豆腐细粉是上海经典食物，一碗分量不多，江浙人拿它来当午餐，配上1-2颗包子，宵夜吃一碗也刚刚好。细粉就是台湾人的冬粉，配上葱花、酱油高汤，上面铺上各色油豆腐炸物。腐皮包肉的小饺子、油豆腐、豆衣香鱼浆，少不了加上榨菜丝，讲究点还会有蛋皮丝，味道十分美味。回程的高铁上，把2颗包子也囫囵吞下，好吃极了。台中高铁站设立在乌日，连接了一条捷运到市区，加上台铁和市公车，如今台中的交通越来越便利。
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